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咱们准备好了。我们来第一首歌。刚成立的，三个阿姨都是一首歌。来了。这个歌节奏有点节奏啊。阿姨跳词儿啊！阿姨唱出来。是小红帽吗？哦，我知道那个哥哥们牵一个万里，最炫民族风，对，无价之铁，对，最炫民族风，对，我都说了。阿姨，你们别玩我。什么一颗葱？阿姨，别顾着享受，唱。唱着，今天的阿姨你在干嘛？是不是走神了？金陵塔。走，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太阳。演员，对，这几个出来就回来了。卡路里，对，卡路里。哇塞，我死了！我猜歌那么厉害的，我玩这个游戏也从来没怎么输过的。明柔，哇，这个合唱团，青花草，不对，这个合唱团平时有演出吗？哦，那什么火红的赛了，三，二，不会是一个完全没人听过的歌吧？这首歌是杨千嬅的《抽搐》，哇，太难了。大哥，这个歌我都没听过，你要拿这个猜？这首歌其实没想到会放这个，那抖音上红。我真没听过这个歌，你听过？是，我知道节奏很好，也很好听，你听过？